欢迎收看《金融曼哈顿》节目。好，那么今天指数呢，一早上开高之后，今天一整天在平盘附近震荡哈。那今天指数的振幅其实也没有非常大，好，因为看到今天早上开高的时候呢，来指数冲高到10365点。好，那么在9点多的时候，指数拉回到盘下之后，就一直在平盘附近上下震荡。有没有？今天的盘上去后下来，下来后上去，那一整天就这样晃过来晃过去。那收盘的时候，今天指数还是在平盘附近做收。好，所以今天最后中场指数是小涨5点，那么收在10334点。那成交金额好，今天在900多亿。好，今天最后918亿的成交量。那指数小涨一点点，那个股落差就比较大。好，那当然就说盘面上很多的股票嘛，1000多档股票。那1000多档股票里面，当然每个人的东西不一样。好，所以我常常在讲说，有时候就是在不同的时间呢，要有不同的想法。好，那我也常跟大家讲，不管在之前什么样的状况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好，你都是可以直接赚。好，这个其实讲这样讲，当然就是说，一直跟大家说的嘛。那盘面上这么多股票，那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也不是大家都会跟贸易战有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其实有时候就说，你要知道资金怎么走，好，哪些股票会涨，那这个其实就差很多嘞，就会差非常多，对不对？今天最后是涨五点嘛，指数也没有涨很多嘛，好，但是今天个股就差很大，就差得很大。那最近常常有一些朋友会问到说，这个经营上面指数这样上下震荡要怎么做？那我就常常在讲嘛，其实只是看你想什么方向嘛，你做什么股票，对不对？像今天指数就这样子五点而已啊，对不对？上去后下来嘛。那今天的高低点也没有差非常多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高点在10365点嘛，那低点在10305嘛，那今天高低点差距也不是非常非常大嘛，但个股就差很多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今天震荡比较大的股票，那或者最近震荡比较大的，还是跟贸易战有关嘛。那当然就是说，1600家股票又不是全部都是这些，所以我常在想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方向做对，然后你一样可以赚钱，对不对？其实有些人就受惠啊，那而且我们都事前讲，因为如果是今天才跟你讲，就没什么好玩嘛，所以都讲在前面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是礼拜五哦，那礼拜五，就公开跟你说了，啊，这是24号，对，上礼拜五，那礼拜五就跟你说买这个，这玉龙，那礼拜五的时候在这里哦，对不对？拉回几天了，那我就跟你说，这会上去，而且很快就会上。那礼拜五带你买好吗？就带你直接买。对，礼拜五带你买好之后，那你看今天是不是差很多？今天指数就5点啊，今天指数也没涨很多啊，而且很多股票也跌。那重点就是说，不是所有的股票都是一样的情况嘛，对不对？那有一些受影响，你当然就先避开啊。那当然就是你先避开那一些，再来其他的可以马上赚钱，你跟上就对了。对，你直接跟上来赚钱不就好了吗？这是礼拜五时候讲嘛。而且我是直接就告诉你啊，礼拜五就买这个，对不对？礼拜五就带你买好嘛。那时候还没涨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超好买的、啊，因为那天昨天成交量也相当大，对，反正它最少都几千张啦，所以你要多少就有多少。好，那今天指数涨5点哦，那你看礼拜五买好的股票，对不对？今天怎么走？其实你就算是看到节目早上下去买的，今天早上开盘的时候也在这里而已，对，今天早上开盘。就是今天的最低点，今天开22.15，那开盘价就是今天的最低点，所以你就算是听看到节目，然后今天早上下去的，你都一定来得及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你下去买之后，就越走越高，对，就越走越高，然后收盘就亮灯涨停，对，涨停锁住。好，那礼拜五我是不是公开说，是不是跟你说就买这个？那我就跟你讲，你现在不用想很多嘛，就先赚钱再说啊。因为不是所有的东西都一样的状况嘛，那贸易战影响比较大的，或是还有一些不确定的，你避开就好啦。你先避开之后，那要做什么？你当然钱就直接往可以赚钱的先赚，对不对？因为我礼拜五就讲嘛，这个就是应该要涨嘛，对，这本来就会涨啊，而且又拉回了一下，对不对？拉回整理过，筹码换过手嘛，那我跟你讲会涨，礼拜五就带你买好，你今天就赚涨停，对不对？礼拜五就带你买好，你所有有买的人。你今天涨停就赚很轻松啊，你就很轻松就赚到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是有量有价，要多少就有多少，对，要多少有多少，
真的，一根涨停降10%，很简单啊，很轻松就可以赚到。而且我礼拜五还公开说，就买这个。好，我们看玉龙。那么第二季，对不对？那业外就会进来1.66元。好，那虽然它是业外啊，但是以20出头的股票来说，这还是大补啊。不管怎么讲，这就是对不对？1块多哎，1.6块哎，对不对？那股价也才20出头哎，21块多而已哎。那所以当然就是会涨啊，而且净值又这么高，那第一季底的净值就46.6元了。那如果第二季还要加上业外，还要加上本业也有嘛？因为它第一季也是赚钱的啊。再把这些加进来，这个净值很快就要往50走了，那股价才21块多而已哦。有没有？我礼拜五就这么说的啊，我礼拜五就这样跟你讲啊，我说这个会涨，对，我带你买好啊，我跟你讲会涨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第二季 EPS 就要进来这么多，而且那500亿的，对不对？玉龙城这就已经动工啦，这就已经动工啦，所以将来就是一定要认的嘛，就是将来一定要进来的数字啊，是不是一定要进来啊？那执照都已经拿到了啦，对不对？使用执照都拿到了啦，那也已经开工了，所以这都很笃定嘛，对不对？你单单看净值比46块钱的净值，还没有包括第二季的获利哦，还不包括后面的获利哦，单单到第一季底就已经46块多，就已经这么高，那股价才21块多，对不对？礼拜五收21块8嘛，那21块8，你看净值比才差多少？连净值的一半都不到啊！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是，那500亿将来就是要进来，都已经干下去了啊，那执照也已经拿到了嘛，所以将来一定要上了嘛，所以你等于后面就很清楚的。那个获利就摆在后面啦、啊，就100%一定进来的、啊。那再加上现在就已经第二季1.6元，对，就已经要开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股价21块8毛钱，有没有？礼拜五收盘嘛。那礼拜五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跟你讲？对，我也公开说嘛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你该避开的避开之后，就可以很轻松赚钱啊。这个道理很简单啊。对不对？有一些最近可能稍微有些震荡的，那会影响比较大的，那些你先不用碰它，对，那当然，对，你手上有其他的资金，你就先来赚，先来赚再说嘛。对，你礼拜五随便你怎么买，你都一样赚大钱，对不对？你买多少，买越多赚越多，而且还一定买得到。所以其实最近有很多朋友也是这样子啊，像很多新来的朋友是，他都有一点之前的，就是说自己买的股票嘛。那有些人之前的股票。可能有赚没有走嘛，那或者是小套嘛，那不管怎么说，很多新的朋友来说他都这样哦、喔。他说：“他手上他不想卖，那不想卖，我说很简单啊，你不想卖可以啊，但是你可以另外做一件事嘛，对，你可以反过来，另外先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先赚来补啊，对不对？你就像补财库一样啊，对不对？你另外一边还没有马上要动，你自己手上的有一些没有关系，对，至少你可以先赚嘛。”你可以先赚来的话，这样也是大赚啊，是不是？一根涨停也很补啊，你100万一根涨停就10万哎、欸，是不是？你都可以直接赚啊。那你如果每个礼拜不要太多啦，对，就2根就好啊，2根100万20万，对不对？也20%、欸。所以我就想说，很多人前面手上你自己有一些股票，你有赚没有走的啦，或等等之类的，那些你不想马上动也没关系，可重点是你该赚的可以先赚。有没有礼拜五你随便买，你要多少都有，你绝对一定买得到，真的有量有价，对，要买多少就有多少，你买越多赚越多，有没有礼拜五买好，今天马上是不是亮灯涨停，可以涨停锁起来啦，对，涨停锁住嘛，所以我就讲，你换一个想法哦，其实你可以直接赚，对不对？你原来如果有一些小套牢的啦，或者还在手上的啦。好，那些我不知道你什么股票，但是你如果都不想动，你另外一手可以赚嘛？对不对？你可以两只手一起来啊，你这边先不动没关系嘛？那你最起码这边可以赚钱啊，可以直接赚嘛？那当然你整个跟上更好，对不对？你就没有这个问题嘛？对不对？你就直接赚现在马上要涨的股票，对，而且还现买现赚，是不是？礼拜五买好，今天就给你一根涨停，就直接给你一根涨停，对，涨停锁住。那我觉得其实，对不对？马上就可以赚钱了。而且是马上赚哦，真的是马上赚啊！因为礼拜五才买好，今天就直接给你一根涨停，对吧？你就直接净赚今天一根涨停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涨停锁住啊，那中场还锁了一大堆，对吧？还涨停锁住，所以其实钱会往新的跑啊，这我也不见在讲啊，
那这种效应还会再扩散呢，所以你要把握。那你看，其实，台北今天也创新高，对不对？一样创新高嘛。那台北也不是今天创新高，礼拜五也创新高嘛，有没有？那所以贸易战不会只有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啊，对，有人受惠就有人受害嘛，对，有利有弊啊，对，所有事情都是这样嘛。那你只要不要去碰影响大的就好啦，那受惠的人当然要买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么多台商要回来，对，所以这个很清楚嘛。那你地要不要？所以今年地很热啊，今年工业地超级热啊，对不对？到现在还是热啊，对不对？那房地产我也讲过嘛，对不对？台北就很热嘛，其实台北新案都很强啊，它销售都还不错哎，而且价钱也没再低的啊，对吧？那南部高雄不用讲嘛，那高雄就韩国瑜的效应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最少你看到今年，对不对？其实房地产好，对不对？那重点就是说，营建资产它就受惠嘛，你回来了要厂房嘛，然后人要住嘛，而且有些回来是整个家族哎，它不是只有一两个哎，那个有的是去很久之后整个回来，那回来以后那个需求就大嘛，所以你看台北也在涨啊。台北在创新高啊，这不是，这是一个族群的效应啊，而且越来越强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看冠德，冠德今天一样继续创新高，对不对？这是冠德啊，今天再创新高啊，收盘是收在高点哦，但是非常强啊。那冠德你看它也是一路涨啊，也是一路往上啊，法人也在买，对不对？法人也在买嘛，对不对？也是一路买啊，对，也是一路买啊。那冠德上去它没有每天涨停哦，但就涨不停嘛，对不对？就一路往上走嘛，对，就非常强啊。所以我说营建会有受惠啊，尤其是手上有案子的，对不对？他就会受惠啊，这个很明显嘛。冠德后面的能见度也高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几个大案嘛，那冠德信义总销很高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贡献大嘛。那话说回来，还有三重的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个太子三重厂那个嘛，那个也是一个新东西嘛。那基捷也还有一个啊，这都是后面新的啊，对，那事实上它就是后面的获利能见度高嘛，那个是龙头股啊，那反而也是一路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说资金在转，所以其实资金在转的时候，你只要做对就好啦，你不要在特别受害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你明明知道什么东西比较受害，那你先避掉那一些，那你要反过来想哦，那个受害资金会转到受惠的哦，要转到受惠的时候，受惠的更会涨，对，就更会涨。而且还会一个带一个，那个效应会一直扩散，对，它会开始扩散，它扩散就表示这是另外一个可以让你赚钱的地方，而且很多可以赚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像冠德这样上来，对，它一路见回不回，对不对？它就是一路创新高啊，它已经好几天创新高了，它没有每天的每天都涨停，但是已经好几红了，对不对？每天有没有？你看看上来以后一二三四五六，已经六红了，对，已经连六红了，那今天还是创新高哦。而且还收最高，对不对？那冠德上来之后，你就要注意别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就要看别的嘛，对不对？你要看看，比方像华固，华固就还没有涨，对不对？冠德是六红哦，对不对？连续拉六红哦，那华固是刚刚开始嘛，才刚开始而已啊。那华固下半年也大入涨啊，也是大入涨啊。那今年的获利也会非常好，因为第三季、第四季它入涨非常多。所以今年的 EPS 那看12块的，那现在才多少钱？现在才80几而已啊，而且配5块啊，80几配5块，其实殖利率还不错。那今年又看12块，那今年看12块的话，本益比就低了，对，本益比就很低耶。而且还不是只有一年好啊，这不是只有一年好而已。华固你把它东西翻开来看，它里面非常多，对，它非常多非常多的案子，还有对后面要推的东西，还有要入账的。所以为什么说他今年一个股本以上，都会挑战十二块？挑战十二块就是因为那些就是已经卖掉的嘛，已经卖掉等着入账的啊。所以你说营建股其实它也很容易掌握，对，因为东西很明确嘛。它卖掉的要交屋的时候就是要入账，啊，卖多少那都很明确，所以那个后面东西数字就是要来的、啊，后面就是要来的嘛。那你看，今年应该是30年来交屋量最高的一年，对不对？所以它本来就会涨啊，因为东西都很明确了嘛。它在手19笔建案，对不对？19笔建案里面有16个在双北，双北其实很热啊，对，双北其实还是很强，还是非常强啊。比较好的地点的
其实都还卖得不错，要讲实话是这样啊，对不对？那当然有的价钱还超高，有的还非常高，那重点是19笔案子里面有没有单单现在六个，有六个主要的案子，那六个主要案子总价200多亿，200多亿现在确定已经卖掉就已经160亿以上了，那些陆陆续续都要入账，全部都要入账，而且这里面都台北市的啊，大部分都台北市的啊，所以光光是那六笔就100多亿要入账，那100多亿都很明确，那就已经销售掉了，那后面还要陆续再进来，所以其实非常强啊。那刚刚讲的只是六个而已哦，一共有19个建案，对，19个建案，16个在双北区，好，所以非常强啊。而且其实它还有4个土地案呢，还有4个土地案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加起来的话，除了这19个之外，4个土地案，然后还有其他的储备库存有400多亿，所以其实在手东西是非常多哎。所以其实法人的预计是有没有这个未来5年大概每一年都是100亿以上的贡献呢、啊？都100亿以上啊，所以不是只有今年赚很多、哦，那明年也入很多、哦，明年后年的话，后面都是后面几年每一年都是很多，因为它东西很多，对不对？它在手的库存现在要卖出去的有没有？已经确定，我刚讲那6个案子就100多亿是确定的，那已经卖掉了、啊。那加上那土地四大案地点都很好哎、欸，那地点都不错哎、欸，一个在内湖嘛，一个在士林北投嘛，其实地点都蛮好的、欸，另外一个。正在盖的大直，那钢架已经盖起来了，那个其实都已经非常好的。大直那个是2层楼已经卖掉了，那个厂办已经2层已经卖掉了嘛，也公告啦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个其实这都是后面还要加进来的东西的，所以你看到冠德涨，你就要想到嘛，对不对？冠德涨不会只有冠德涨而已啊，这个就会涨嘛，对，这个就是应该要涨啊，因为它刚开始啊，冠德是连六红嘛，连续涨了6天嘛，对，六红，但是华固是刚开始啊。对不对？那数字更强，那3块12块钱，股价80几而已嘛。对，股价80几而已，而且是有没有交物量最高的一年？然后明后年我就跟你讲一大堆，还有一堆东西。所以其实你看在什么方向，对不对？你跟上就可以赚钱了。所以我就讲说，你只要资金跟好，对不对？你在后面资金就是在转而已啊，它就是在转向嘛。那所以你往新的地方可以赚钱的，你跟好就对啦，都不用想很多嘛。所以我就说你短期马上来赚，所以我才会跟你讲为什么说短期发财班，这个是说你先不用考虑很久，就先短天期你就够了，就可以让你直接赚，短天期的就可以让你直接赚钱，就可以让你马上发财。那玉龙就是这样啊，所以我说还没有跟上的快。好了，那我们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来看哦、喔，反正直接跟上就对了。那我觉得一样就是昨天买今天赚涨停嘛，所以还是一样可以马上赚。还没跟上的，记得就直接跟上，有问题也可以打电话来。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来。大家好，我是郑明娟，非凡商业台只要钱长大改版喽，黄金、债券、基金、投资商品最新的资讯，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。要钱长大，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，请锁定非凡商业台。只要钱长大，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，非凡抢先报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台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
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，经过比较就会有意义。外行在看热闹时，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。钱所衍生出来的食衣住行，这就是财经。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所产生的蝴蝶效应，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。非凡商业台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股市现场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欢迎回到会议现场来。好，所以我说，这其实是因为很多人需要，所以才特别跟大家说哈。因为其实那当然。今年到现在，那行情上来或者下来嘛，好，那所以最近其实很多人有反应啦，也很多人需要，所以大家就说，哎、欸，有没有短天期的？因为短天期它的好处就是那个门槛很低嘛，对不对？你也知道短天期的其实它费用就非常低嘛，好，所以这其实是因为很多人要求，所以才提出来的，好，所以特别开放给大家。那我说，不管你手上是有股票还是有现金，好，反正其实你只要用一小部分的部位。就可以直接赚钱。好，所以我就说短天期，那短天期其实就真的是没什么负担。那重点不是在于没什么负担而已哦，重点是可以让你马上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你不用想很多嘛，你真的不用想很多啊，反正你就一档接一档，对，一档一档来赚，对不对？那跟你说要买的时候，你买好就对了，你买好就对了，那你就先用短天期就好了。短天期第一个，你的负担很小嘛，对不对？几乎没有什么负担嘛。因为那门槛就是很低嘛，重点就是直接先赚钱，对不对？一档一档来，对，一档一档来赚，那一定都先跟你讲，一定都发动你钱了，一定都让你先买好了，先买后又再赚。所以其实买的时候都是还没发动的时候，所以我就说要赶快嘛，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，所以我才说你打来，对不对？当然每个人的资金不一样嘛，那你手上如果都是现金的话最好。你就可以直接买嘛，你就可以直接买多、啊，也可以直接买大、啊。那如果你手上已经有其他的股票，可能还有一些小套，那就没有关系嘛，你就用一小部分的资金嘛，你用一部分的资金怎么买，然后要买多少，那一定都先跟你讲，都会先跟你讲好。那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，这个会赚很多，因为这个你就是一档接一档嘛，一档一档来嘛。那而且都是在发动前就会先跟你讲，跟你说要怎么买。你100万资金的很简单，就告诉你买几张，就告诉你在哪里买，而且一定先买好。所以我就说会差很多嘛。对，你想想看哦，这个礼拜五的时候，它还没有喷出嘛，对不对？礼拜五的时候来24号嘛，对，礼拜五嘛，那礼拜五就跟你讲，对，就带你买，对。所以其实你手上有资金很容易，对不对？很容易就直接上车啊，那就告诉你要买多少啊。那每个人资金不一样啊，所以你打来之后，当然每个人的资金不一样，你要买几张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买？那一定不是今天买嘛，也不是今天涨停买嘛，一定是在礼拜五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嘛，礼拜五就带你买好嘛。那所以你100万资金的人，你知道一天差多少？你知道一天差多少？那你看今天玉龙，对吧？礼拜五买好，礼拜一就赚涨停，就赚涨停了，对不对？礼拜五买好，今天是不是直接就是有没有？就大赚了嘛，就一根涨停啊，对，礼拜五才刚买好啊，今天马上给你一根，那一根是多少？一根就10%，那你100万的人，你是不是直接10万？你100万就好，就直接10万，而且就一天而已哦，礼拜五你才买好哦，今天就给你一根涨停，然后涨停就锁住啦，就涨停锁住啦。所以我说1000多档股票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同样的。1000多档股票里面，你一个礼拜，你两根涨停很难吗？我觉得不很难啊，因为有1000多家公司、欸，有1000多档股票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每个礼拜如果都两根，加起来就很多嘞、欸，100万一根就10%，对不对？一根就10万、欸，两根就20万、欸，1000多家里面两根，其实没很难哎、欸，对，所以我就说你先赚这个嘛，你先赚再说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资金也不用，也不是说一定要非常大、啊。你有手上股票换也可以，如果你不想换的话，一小部分资金，
那个也没问题啊。那再来，如果你是空手更好，对，就有人带你嘛。有人带你的话，你都先买好啊。礼拜五你可以轻轻松松的买，对不对？买多少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你买不够的，今天早上还可以再加买。今天早上也很漂亮啊，那个买下去也是直接赚，那个、也是加倍下去赚啊。因为早上涨，开盘才涨3.5毛、哦，才涨3.5毛而已啊，才1%多一点呢、欸，对不对？你随便要多少就有多少，你买不够的，你还可以再买，再买之后你今天有没有加倍赚？是不是加倍赚？对，越走越高啊，就涨停就锁起来啊，对，涨停锁住嘛，涨停锁住就是10%。是不是足足10%？100万是不是就10万？哎，才一天而已，所以我才讲说，我觉得是这个是对大家是最好的啦。这事实上也是大家要求的、啊，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是很少用短天期啊。可是真的很多人就讲说，因为今年就震荡大嘛，有些人手上还有一些可能短期有些吃亏的股票嘛，那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说希望开放短天期，因为开放短天期，你的负担就超低。对，因为那门槛就超低嘛，短天期你就知道一定是很低啊。那重点就是说，不是走短天期哦，重点是你就先赚再说嘛，对不对？你就直接先赚到涨停再讲啊，就先赚钱再说嘛。所以这个是降低你的负担哦，然后让你马上赚钱哦。所以我才说还没有跟上，一定要跟上。好，那你有问题也可以打来。而且我觉得，当然是一定有人就是带你嘛，所以我才讲嘛。如果你手上还有其他股票，你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或者你不知道要用多少钱来买。对不对？那你打电话来，我们开三个名额，我直接打给你，对，我直接回你电话，我直接跟你说，对，这样你就所有问题都没了，对不对？重点就是直接先赚钱嘛，买好直接赚涨停，买好直接赚涨停，就这个方法就对了。还没有跟上，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，三个名额我直接打给你，跟我们线上助理联络，一起来赚大钱，操作顺利，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